咁咧，麥斯維加斯咧架機場大樓咧，同我上次嚟咧，我覺得係佢應該有裝修過，因為上次嚟咧係大概兩年，應該可能有三年前啦。咁樣咧，我都唔係幾有清楚，但係咧上次嚟咧係冇咁靚嘅，今次好似比較靚啲。咁呢下低係攞行李嘅咧。咁咧呢度咧都有少少介紹呢、這個航空嘅展覽。咁咧本姑娘咧就同呢個航空界嘅機場咧係好有緣分嘅。咁即係今次呢十二日嘅旅程都已經去咗好多個唔同嘅機場啦。哦，原來呢個係一個Aviation Museum 嚟嘅，我覺得都幾好啊！可以啲旅客係等轉機嘅時候，如果冇咩做，咁可以嚟呢度睇一睇，參觀一下。